李彦军，目前正是用人之际，你应该体谅将军的做法。事情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当然会中枪。哼，为了一个中国人，让我们特高科登报致歉，将军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俄亥战役结束，整个中国都将会在我们的掌握之下。如果到那个时候，你仍然对金钱的事情耿耿于怀，我相信。 你想怎么处置李子航，都不会有人干涉。嗯，你好，邱志航。好，知道了。李子航被放出来了。你猜到了？看你的表情就猜到了。那陈诚那边的情况呢？确认了没有？等到明天就可以确认那边的情况了。 好啊，现在所有的状况都解决了，我们就可以全神贯注地去寻找风影计划的线索了。嗯。大嫂，要不还是去特高科看看吧？我跟你一起去，坐在家里我只会更加担心。好，走吧。走。 子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都担心死了。好了好了，这不没事了吗？啊？哎，怎么还看着呢？大哥，对不起。哼。哎，闻到臭味了吧？特高课里头没洗澡的地方。洗澡水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 哎，大哥，魏平哥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魏平受伤了，他跟许老板一起去静安医院养伤去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嗯，赶紧进去吧。好。有医生吗？ 赶紧把你们值班医生找来！怎么回事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他们治疗！哦，好，快来人帮忙！其实我伤的没那么重，没必要住医院。必要的治疗还是需要的。 再说了，这医院没你想象的那么差。哼，或许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睡个好觉了。你们不是已经被释放了吗？怎么他们还守在门口啊？说是为了保护我们，其实是做给别人看的。他们冤枉了大少爷，引起了很多人的顾虑和不满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你好好休息。谢谢。 好好休息。魏平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上官小姐，我的伤已经不碍事了。今天处长宴会处理上班，我得在他身边才行。照理说呢，你应该在医院多观察一些日子。不过，大哥身旁离不开你，我也就不拦你了。 谢谢你对我的照顾，不过我真得走了。徐老板，您多保重啊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徐海峰同志，你受苦了。唉，只要这次的危机能够顺利解决，我受这点苦不算什么。 特高科的人还在外面吗？在，所以你暂时还不能离开医院，免得引起他们的怀疑。这我知道。这次你去通知一下李子木。
让他想办法过来一趟，我有话要跟他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